今天我看到 DC 上有人讨论一个 bug，就是可以无限加手里面的这个锯片的，无限什么？无限加锯片。哦，那不是老 bug 了吗？老 bug 了吗？好像是才爆的。不是一直买吗？不是，就是。手里面锯片就装一个那个芯片，就是它可以加锯片的芯片。哦，就是那个芯片的那个。对，你们知道了是吧？加呀！你为什么那么快呀？怎么个加法？就是杀够75个怪以后，就再不杀了，然后就不停的切枪。不停的切枪，不太懂。有个什么75个击杀，然后可以那个什么加一个那个的，对吧？对。来了。这个不是很简单吗？你直接每次视频之前做一个芯片检查。不过加那个芯片的那个，在这多人上觉得用不到吧？一个人最多杀100多个怪。最多杀100多？哎，这边不。最多杀100多是什么？别救，省针。好啊、哦，可以搜索小屋子。把弹药啊，或干嘛？弹药怎么没看到？哎，活了吗？活了吗？没活。别救！我靠！完了！完了！又搞这么多！快点！还没，我看。有针吗？先救他一下。有，别！哦，不用救了。你听完这波，待会儿那什么了？听完这波，我想说，我拿针料来救你，是不？你的核弹呢？活了，走，冲！冲楼！这儿有个雷。你们人呢？对啊，你们人呢？来了。
又坏了。Keep it. How you? Reloading. 8分钟。走。我没有经验了。我也没有了。没关系，我还有。我刚留到最后。回到那个最后，然后带一个针。哎，走吧。走。OK， 开门，有核弹。Let's go。Shooting at me。Reloading。没怪，走。来了吗？走了。没怪。来。走。你们过不来，就在那边待着啊。我们俩守这边。OK。哎，回来。你们刚有死的哈？有。对。OK。好，没死过。这片应该够。刚有个核弹在下面没有拿。直接开。Also restored power to the building. Good thing too.
Now you can harvest those last remaining stormbreed and head to the end. 左边。回来，左边有，刚有救，刚有救。我们两个挂了，有空的话。不用去进，不用去进。你要救我一下。好吧，就最后一只，最后一只。对啊，最后一只。好，在在在。我十一分。我觉得还能更快，说实话。应该还可以再快。多少？再快个，没，才十一分吧。细节。嗯。还没抠细节呢，抠完细节，说不定十分钟都有可能，我觉得。哎呀，这盘路是谁手的？忘了几个，我有点悬了，刚挂，刚在那边广场挂了。哎呦，上一盘是确实还蛮巧的。能救了我。然后上一盘你是不是故意的，灵儿？嗯？啊？这我怎么知道？我不知道你们击杀了多少。哎呀！我靠 ，PJJ， 你这发了多少个？我靠，一 K， 应该这段惨的惨的，赶紧备货呀，现在。